敬礼两名和尚，沙迦正空上师，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图登达吉上师，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护摩祖尊，大威德金刚明王亚玛达嘎，祈请今天的护摩能够圆满大家的祈求。祈请大威德金刚发大威力，能够弃除一切灾难。一切厄运消除，一切祈求圆满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啊，师母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网路上的同门，还有我们尊贵的贵宾，台中市财政局稽查林永昌先生，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时宜教授夫人、教授及夫人，还有啊 ，my father， 那我们今天做大威德金刚明王护摩。那么师尊走到这个坛城面前上香，这一上香啊，这个大威德金刚他就下降，这两只脚啊自动就浮起来啊，浮起来走的步啊就是大威德金刚步。啊，不敢走太大步，走太大步会滑倒，所以走的是小步，很小的步。你们仔细看那个脚，那个脚在走，就是大威德金刚他的大威德金刚步。然后上了这个法座，大威德金刚就跟我下降，下降在护摩炉，那么跟师尊也合一。啊，这个时候的护摩，它就是最有威力的。啊，当司仪啊，当司仪在讲，他说应该这个请师尊呢、啊，这个转诸民呐、啊，啊，转诸民，这个加持念珠，啊，眼睛都差点张不开，就是睁好久才睁开，啊，总算知道是这个加持念珠啊，转诸民。可见大威德金刚这个下降本身的威力是无穷尽的。啊，今天呢，感谢这个贵宾
还有所有的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这个讲师、助教、各位同门、网路上的同门，哇，大家来护持这个大威德金刚明王的法会，非常感谢。那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刚回来，刚回来的时候啊，也是一样这样子，哇，车如流水马如龙啊，这个人才济济，全部在整个大殿里面呢，全部都挤满爆满。啊，第二次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少了刚好一半。那么今天还好啊，今天一上来一看，哇，车子又排到山底下去了。这是大威德金刚明王亚麻达嘎，他本身的威德之力啊，能够祈请这个诸天下降，祈请所有一切活菩萨下降，祈请一切功德主下降，祈请到所有的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众生全部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非常大型而且很威严庄严的法会。